送水的。 做梦，哎呦，吵死了！哎，你是打来做梦？有什么事？他完苗了。他没有讲什么了。他没有发烧了。他给那个抗生素和咳嗽药水，和药丸。啊，那个咳嗽药水，吐的药丸哦。 药丸呐，两个，抗生素也是药丸，那个也是药丸，两个都是药丸。哦，那个咳的话还是放别的啦。咳的放别，那个吐他讲一天测两次，没有吐就不可以测。哦，有跟他有平常啊，有啊，没有他没有讲什么，他也是有听。平常啊，没有讲什么了。 也不要吃米粉汤什么那些，他讲，给他吃面包。我讲他吃什么都吃吐什么，他也没有讲什么。我觉得昨天他喝了那个什么那个菜汤，我都有蒸烧给他那个菜汤，然后捞那个鸡饭吃菜汤，那个鸡饭又没有油了，干干的。 我再买他的礼品，那盒那个面包啊，我昨天买一个面包那个。他是这样讲啊，如果没有错不可以咯。他一直讲他测那些测那个又错那个测那个又错那个，我要买那个面包葡萄的都没有看到呢，今天这边。 那个面包，没有煮，那个煮猪肉煮给他咯。哦，我交代阿姨了。嗯，猪肉他那边是有了，那天我有拿给他，没有他才过来我哪家也是还有那个猪肉。那大龙锅要不要吃？还要就是，哎呀，他煮多一点咯，也可以吃了。
那手面包，就买这个先了。都没有那手面包。你做罗定吗？你先打热啊！你阿达拉阿达，你做微浸微浸呀，打热昆宁呀，打啊，一度打伤了，一度发热了。因为把路边路路打热，因为把啊。把饭拿干你女儿，把饭拿干爹家里来，拿干。